闻香识人，并非虚言。我听说过这名香水设计师小姐，对她真正的职业也有所耳闻。偶尔一次，我遇到她正在抚摸一只路边的小狗，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。我们互相点头后就道别了。行兵列阵。难得没有战事，来场体能训练吧。
你好，我是艾梅丽安，请问是因为香水设计相关的事宜来找我的吗？如果是其他事由，还请移步安静处详谈。闻香识人，并非虚言。荣幸之至。